随着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日用工业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有少数产品的质量低劣。为了进一步改进产品的质量，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日用工业品质量展览会。本片集中地拍摄了展览会中那些质量低劣的产品。在商店的橱窗前，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不少的行人停下来，在那里欣赏、观看。不是这些人的兴趣太广泛，应该说是这些精美的日用品实在太吸引人。越来越多的国产日用工业品，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在不断地提高着。这些美观、耐用、价格低廉的日用品，确实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商店里几乎每天都拥挤着潮水似的人群，在这里消费者可以细心安详地选购各式各样称心满意的日用品。当顾客们按着自己的心愿买到他所喜爱的东西走回家时，可想他们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可惜的是，我们还有一些质量低劣的货色，给顾客带来了不少烦恼。这个热水瓶刚买到家，就像这位顾客如此的明显。幸福牌大可以改成不幸牌。看来这种爆炸的事件还不只是一家。这一对青年就要举行婚礼了，他们在布置新房，在大喜的日子里祝贺他们事事如意。奇怪，这条新板怎么一撑就破了，真扫兴。事情虽说不大，可是给新婚夫妇找来这种小麻烦是太不应该了。亲爱的观众们，现在让我们的镜头转向一个非常有趣的日用品质量展览会上，在这里将会更集中地看到不少类似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事情。不久前，人们批评了花布花色的千篇一律，可是更别致的花样想必观众还未见到吧。据说这是寿衣上的图案，牛马裙、螃蟹、标语口号。小观众们，你们应该感谢这种花布的设计师的思路灵活，为你们设计出算术题的图案。穿上它，算术准考五分。谁不希望身上穿的布是结实耐久的？可是像这样的，你能分辨出是布还是纸呢？花布掉色，对大家来说恐怕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这块花布看起来倒还新鲜。
白发老先生也在感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这块花布上印的是金鱼，可是下了水以后就不知道金鱼藏到哪里去了。用这种办法来说明针织品掉色是很有意思的。漫画家花俊武在批评针织品掉色时曾画了一张漫画，题目叫做简易墨水。现在我们就来试验一下，看看漫画家是否夸张了。水对我们某些布料的考验是多种多样的。为了避免布料的缩水，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买布的时候要比原定的尺数再多量上它一尺半尺的。可是我们这位青年同志却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做成衣服缩了水再来挽救是来不及了。这件刚买来的汗衣穿上倒很合身，就是不知道下水以后怎么样。哎呀，怎么抽得这么小了？还好孩子穿起来蛮合身，这对出产这种汗衫的工厂也还算是个安慰。这位青年家里是没有胖人的，只好委屈些了。真糟，买来这样一件线衣。看样子再帮忙也是枉然。假如能与刚才那件线衣的领口平均一下该多好啊。不仅样式不美观，就是质量也不高，穿这些鞋的人恐怕都有一段不愉快的遭遇。这双皮鞋呢，刚穿了三四个月就变成这样。消费者虽说不怀疑制鞋厂故意在戏弄他们，可是生产上忽视质量却给人带来不少的苦恼。我们这位姑娘多不走运。只好先这样扎上吧，要不然连家也回不去了。
这里陈列了这么多的胶鞋，有些是改进了的，质量高，样式美，可是次品仍然不少。趁着雨天，让我们的镜头转到外面去看看。用这种办法展览这种次品也倒怪有意思的，展览会上给它起的名字叫四漏。这是最新出产的一批样式好、使用耐久的搪瓷盆，不过质量低、不合规格的次品还未完全消除。这是裂瓷起泡的，国营武汉212搪瓷厂生产的这摞瓷盆，一出厂就是废品，看，用几十斤大石头还拉不开它。要不是有实物摆在眼前，这幅有趣的漫画也许会引起观众的怀疑，真有两匹马也拉不开的瓷杯盖吗？究竟是不是两匹马也拉不开，先不去管它，让我们用手来拉拉看。拉不开，那个呢？也拉不开，再试试这个吧，还是拉不开，真奇怪，是不是都用铆钉铆上了？体育器械是帮助人们增进身心健康的用具，可是像这样的双杠又能给爱好体育的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观众们，你们一定看见过很多种类的球，可是像这种鸭蛋式的球就不一定见过吧。一场很有兴趣的足球赛却被这个短命的球给结束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挤在一个单杠上呢？原来临近的单杠驼了背，在文具部里，让我们来说说钢笔吧。多可惜，这篇写得很整洁的文件给弄脏了。用这种漏水的笔还得时刻留神衣服，当你稍不注意，它还会给你染上几个蓝色的小花朵。对这种笔能说是陌生吗？它要别扭起来，怕你再着急也写不上字来。是什么展品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原来是火柴。陕西中南火柴厂生产的钟楼牌火柴，应该说是真正的安全火柴，不管你费多大劲，保险划不着。
光看瓶子的装潢，你一定以为这些就是气味芬芳、浓郁可口的美味饮料。可是没有想到，在美丽的瓶子里竟装的是这样的内容，不是变质、沉淀，就是生的虫子。我们想请问盛产茶，这难道是一种新式的酿酒法吗？单从表面上看，这些牙膏好像都没有什么毛病。实际上呢，这种是奇硬无比，而这一种呢，却是四处冒细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化妆品的销售量也大大的提高了。如果像白兰牌这样的雪花膏，就是人民需要量再大也不会去买它。这群姑娘真顽皮，非要当场做这样的实验。来，请观众们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出乎意外吧？不要怀疑你自己变了形，是我们生产镜子的工厂给你开了个小玩笑。拿质量低劣的产品来取笑，是绝不会受欢迎的。广大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工商业部门尽快的改进工作，同时也相信工商业部门将会不断的以更多更好的新产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